嘿，库马口です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我是一名大熊 Much Bear。这次呢，我们要来开的呢就是乐高人偶包第19代。那这一次大熊呢就挑了5包，我就决定5包入魂。我们来抽抽看会不会中我们的齐天大圣呢？在这里，我们的齐天大圣，这一次主要呢要抽的就是这一只特殊的齐天大圣啦。那我们来猜猜看吧。第一包 ，Last One。 会是谁呢？他是熊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吧，角色图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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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代呢，总共有16只。那我们的孙悟空呢，就是在这里第4只啊。这一次呢，有非常多。 就是有特殊零件的角色，像披萨，不知道披萨以前出过没有。然后熊熊，还有狐狸，好像还蛮多特殊的。像这个打电动应该也算特殊的吧？我们今天就来抽抽看，反正我第一次已经抽到熊熊了。熊熊感觉应该是蛮特别的，而且它熊熊是2种表情的。那我们先来装一下吧，先将熊熊煮好了。这只熊熊呢，它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头这里，头呢拔起来呢，它是这样子的，中间只有2个洞，所以要煮的时候呢，要对上它的眼睛，很难搞。就是如果你一个装歪啊，它就对不上它眼睛了。不过它的彩虹很可爱，而且它还有爱心，重点呢，它有多一个爱心给你 ，love love。那熊熊我们开完了，我们来开第2包吧。会是谁呢？孙悟空，快点出来！是这个。 披萨君，披萨的呀，你们披萨呢？它有给了一个这个看板，这个呢，它披萨呢是里面是一个大叔，然后他把人物组装好以后呢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把它披萨这样卡进去压着，就组装好了，有点没特色。来第3包吧，我们的孙悟空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呢？我。 噔噔噔噔，是孙悟空，中了，是孙悟空，是孙悟空哇！而且它好多零件，而且它2条尾巴，它零件好多哦。我组装好以后，我才发现我把尾巴装反了。斗战胜佛孙悟空，噔噔，拿近一点。 好酷哦，这只。然后另外一点值得要提的呢，就是这个，它呢也是2个表情的，而且表情都做得很生动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表情做得很好，是不是出现了孙悟空这种调皮捣蛋的感觉呢？这个表情超棒的。可是呢，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注意，它这个呢，我还以为它会是硬的塑胶，结果它是软的塑胶，所以如果不小心插错呢，它就会断掉了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哦。而且它这里。 它有2条可爱的披风，这个好值得抽，太炫了啊！我已经满足了。我们的第4包会是什么呢？是那个有盔甲的，我来组一下。这一只呢，应该是星际战士之类的吧。然后手上拿的呢是通气丹，这应该是通气丹。可惜它的缺点呢，就是这里。 他只有给了1个表情，算了，反正头盔戴上去也看不到表情了，无所谓。可以，它后面还有一个不太好看到的雕花，这里，而且它的颜色都是，它身上的盔甲颜色都是金属色。这个悟空我刚刚没讲到，这个悟空，他身上其实衣服上面的雕花跟他脸上的那个，他的金箍的颜色也都是金色的，这个也都是金属色，上这个都上得不错。 它这个算是印刷，不是贴纸，真的做得不错。然后我们的最后1包，其实我已经够了啊，无所谓，来。 Last 会是谁呢？是帕点东，绿色头发的帕点东先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这个有一种像是某一个知名 YouTuber 的感觉。然后他很特别的是，这种角色居然给了2个表情他的这里的那个衣服里面这个花样有点像Twitch之类的频道直播频道的图案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精灵。 这里有一个小精灵，就是以前就是经典游戏的小精灵，它的游戏感觉有点像，这个感觉包装很像那个 Xbox 系列的游戏。乐高有的时候会在人偶里面藏一些很特殊的意义在，像很多人就有说这个谁啊？这个应该是电脑工程师的角色，他身上的这个0011010101这个编码，好像是在网络上可以破解出乐高 LEGO 的文字，好像蛮用心的。乐高都会做一些很特殊的小巧思。我们抽到总共是这5只啦。 有孙悟空最重要的孙悟空，然后熊熊，然后打电动的，然后还有星际战士跟这一只披萨君披萨。哇，我觉得这一系列真的很值得去抽哎，我觉得感觉应该没什么地雷，而且配件都给的还蛮足的。像这个小宠物，这个看起来没什么，它有给吉普赛，然后还有2只狗跟1个铲子。 然后狐狸应该也算特殊零件。大雄这一次呢，乐高人偶抽抽包的开箱呢，就到这边咯。也去抽了吗？你也去买了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雄分享一下你到底抽到了哪些角色哦。那不管是你想要聊乐高，或者是想跟大雄随便聊聊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都一定回应你的。喜欢大雄的话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出去。那大雄在影片的最后呢，还会放上大雄小时候去 泰国的灵异之旅，喜欢在夏天享受一下灵异凉快的舒畅感吗？记得点下去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啵啵。